1941年，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，日军为了尽快结束战争，准备孤注一掷，计划集中其精锐部队，在汪伪政府的配合下，大举进犯湘北，企图在最短的时间里占领长沙，打破僵局。 请坐。各位，昨天晚上军部下达了第538号大陆令，批准了十一军司令阿南中将的第二次长沙作战计划，代号加号作战。第一次长沙会战，我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，但是中国军队妄图负隅顽抗。 阻挡我军前进的脚步，所以此次作战，我们必须彻底摧毁中国持续抵抗的希望，把第九战区一举歼灭，一举拿下长沙。由于南方战线的展开，第十一航空大队将被调离，因此缺少了必要的空中支援，这使得。 我们必须做好后方的支援保障工作。这两位是十一军派来的军事顾问，伊藤君和坂本君。他们将留在上海，作为这次后勤保障工作的总负责人。他们将和南京方面进行接洽，确保此次加号计划的军需物资供应。 是临危受命，在这个时候被调来上海，负责特高课工作，这是内务省对你的信任，对你的认可，同时，我也对你日后的工作寄予了厚望。在下一定不会辜负尹总中将和内务省对我的期望。这个，你拿去。今天是公共租界副总查尔斯的生日。 他要在红雀俱乐部开个 party， 上海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到场，你先熟悉熟悉那里的人，这对你今后的工作会有帮助。我明白了，等我消息。
记住，今天有一个人一定会到场，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和他打打交道，可能以后他会是你主要的对手。他是租界里最大的孤独杀，但他还有一个身份，是军统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。这个人叫冯楚良。冯老板，哎，冯老板，哎，你好，冯老板，你好，冯老板，冯老板，哎呀，老冯，嗨 ，Happy Birthday！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，怎么刚到呢？哪儿的话，圈先生过生日，我怎么可能不到呢？再说了，大家都是老朋友了，你们不想见我，我还想见你们呢。先生，对面包房的朋友送给您的酒。倪参军，你这边还有朋友？先生，你不能在这里。你是谁？各位不好意思，先失陪一下。哎，我们去那边，我给您介绍一位朋友。哦，朱边军，查尔斯，这是我的老朋友楚云轩的老板，冯楚良，冯先生。久仰冯先生大名。我，杜边先生才来上海，怎么能谈得上久仰我的大名呢？这个人叫冯楚良。莫非我的名字早就传到日本去了？你可不要轻视这个冯楚良，他可是军统的老牌间谍，特别是他在上海的关系网非常复杂，你跟他打交道要格外的小心。啊，各位一会儿见啊！但闻其声，愿识其人。冯先生一进门就是全场的焦点。我当然会对冯先生您心生好奇敬仰之情了。好奇或许有那么一点点，敬仰就不敢当了。杜斌先生工作不就是研究人的吗？啊，那也得分是什么情况还有是什么人，我们研究的都是对手。我们今天都是来参加查尔斯先生的生日会的，都是朋友。来，为我们的友谊干上一杯。好，为我们的相识干一杯。干杯。好，干杯。查尔斯，
大家难得轻松一天，要不要摸两圈？啊，我的手也正痒痒着呢，一起玩吧。渡边先生，摸两圈。啊，我不会，不会。让冯先生见笑了，我真的不会。哎呀，渡边先生，能来到上海坐到您这个位置啊，起码也算是个中国通吧？怎么会说不会呢？这个，哎，来吧来吧，我都等不及了，渡边先生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吧来吧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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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万，胡了！你们看，你们看看啊！我发现你们三个个个都比我会打，这奇了怪了啊！这明明就是中国的东西，你们外国人玩的那么转，这叫我们中国人以后往哪儿待呀？来来来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来来来，再来，继续休息，不错。啊，各位对不起，我有急事，我得回去了。这么晚了，还有什么事啊？哎，有什么事让手下去处理就行了嘛。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下次咱们再玩吧，我先告辞了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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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告辞了。伊藤和坂本是在哪里被杀的？在棉花俱乐部。是谁干的？现在还不清楚。是一个人干的吧？对，是一个人。去银佐将军那里，快点。科长。这一个月里，有好几名日本的高层人员被暗杀，苏州的爆炸案，军部的十几名官员被炸身亡。紧接着是杭州，日本天皇特使又出了事情。十一军的军事顾问刚刚到上海，又出了事情。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我担心这次暗杀行动会不会和加号作战计划有一定的关系呢。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，你要彻底清查，绝不能影响加号计划的进行，不能让它受到任何影响。是，我马上就会去处理这件事情。老板，昨天晚上我和……我都知道了。昨天我去参加查尔斯的生日会，见到那个新来的特高科负责人，他叫渡边。特高科派了新的人来。嗯，
他们那儿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大的动作呀？很有这种可能，但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啊。最近一定要多加小心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什么事儿啊？小姐回来了，雨飞。 爸，哎呦呦呦，这怎么突然一下冒出来了？爸爸吓一跳啊！我就是要给你一个惊喜啊！这外面兵荒马乱的，大老远回来也不通知一声，好派人去接你啊！爸，我都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在外面独立这么多年，回来一趟还用您来接吗？是是是，大了大了，女儿大了。哦，爸。 哎呦，哎，老大，哎，买些菜，煮些雨飞喜欢吃的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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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啊，所有的事情都包在我身上好了。哦，你，菜来了，今天你们要好好尝尝我的手艺啊！我在国外啊，学了好多菜，都是你们爱吃的。好，那这是你喜欢吃的红烧肉。嗯，我怎么看这些菜都是你锦堂哥爱吃的？ 啊！哎，对了，锦堂哥人呢？他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最近店里生意忙啊，他到外地去进货去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过一阵子吧，说不准。嗯，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他还要去好几个地儿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<笑>真是的，我还想吓吓他呢。<笑>那你吓我还吓得不够啊？锦堂哥要是回来，你提前告诉我。 但千万别告诉他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你走那一天，帮人来过来送你。送我？哎，我没打算再走啊，我已经打算好了。我真的打算好了。我们校长啊，给公鸡医院写了一封推荐信，喏，我马上就要去公鸡医院工作了。工作？你别胡闹你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呢？ 这事儿我不同意。为什么呀？听爸说，爸不是不答应你回来，而是现在的情况和五年前完全不同。你现在回来，真的不合适。我就是为了这个回来的。现在国难当头，正是用人的时候。我们班的同学都已经回国了，为什么我不可以呀？哎呀，爸。 我都已经23岁了，我也该为自己做决定了吧。啊，先听我说啊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别摇别摇。爸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了。老板，答应我。老板，哎，哟，小姐回来了。徐叔好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老板，有笔生意，想听听您的意见。啊，去书房。哎，好了。 什么事儿？重庆几天有新任务。刺杀唐宗年，这个人我知道。汪伪政府的要员汪精卫最重要的助手之一，以前在日本留过学。汪伪政府很多对日的合作都是经由他出面执行的，一直负责为日军补充军需物资，使我方造成很大的损失。老板，这次任务交给我吧。还交给锦囊吧。好。 老徐，帮我去准备点唐宗年资料，还有他在上海的行程安排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德善，你还是负责策应锦囊完成任务，好吗？嗯。
对了，帮我联络一下锦囊，我要见他。好。来了。有什么新任务？这次是个锄奸行动，目标是一个汪伪的要员，叫唐宗年。时间下周二上午8点，地点海鲜饭店门口。下周二上午8点，汉森饭店门口，对象唐宗年。要注意了，地点比较特殊，汉森饭店附近可供你活动的空间不大，所以你只有开一枪的机会。我知道了，千万记住，只能开一枪。唐东林的安保做得很严密，不会留给你太多撤退的时间。我会让德胜配合我行动的。会的。那个特高科换了新的负责人，他叫杜斌。外面摸清楚他的具体情况。他刚刚上任就杀了伊藤和坂本。这见面礼让他很难堪。好。别的就不多说了。还是那句老话，注意安全，早点回家。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截获的电报。重庆方面要趁着唐宗年来上海开会的机会刺杀他。唐宗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，他负责军需物资的运送和保障任务。这次行动，他有可能参与，这回绝不能再出现任何问题。我知道唐宗年的重要，所以感觉事情有些棘手。要是那个杀手再出现的话，我会派一个得力干将去协助你工作。他就是大日本帝国培养出来的金牌杀手田中美惠。他就是唐宗年，南京政府方面的全权代表，现在已经到了上海。尹佐将军已经交代过了，让我协助您保护唐宗年的安全，仅听从您的调遣。因为最近出现了一个杀手，这一个月内接连刺杀了我们多名要员。这我知道。我们截获了重庆方面的情报，他们很可能会趁着唐宗年开会的机会进行刺杀。我担心这个杀手会再次出现，所以只有拜托你来对付他。唐宗年的会议地点在哪里？汉森饭店，所有资料都在这里。我会先去那里勘察一下。这是谁？唐宗年的机要秘书，也是保镖，名叫亚南。您是唐宗年先生的机要秘书亚南小姐吧？是的。那么请问亚南小姐，唐宗年先生这次来到上海和伊藤坂本先生被刺的事件有关吗？对不起，这个无可奉告。
那唐宗年会在上海和谁见面？具体谈些什么呢？唐先生这次来上海，只是来出席租界华人商会的活动，就这么简单。在此之前，唐宗年先生提出的中日之间四点经济合作的建议，有没有具体的方案？请问你是哪个报社的？我是时代报社的记者，之前采访过唐先生。我记得你，这个问题我会和你详谈，我会到报社去找你。采访就到这里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进来，主编，有位亚楠小姐找你，请她进来。啊，请。主编，我来了。啊。主编，亚楠向您报道。亚楠同志，辛苦了。坐。好。亚楠同志，这几年你一直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做唐宗年的策反工作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只要能把唐先生顺利的送出上海，我的任务才算真正完成。喝水，来。谢谢。好，你把唐宗年的情况介绍一下吧。唐先生现在住在南京方面安排的官邸里，他很想见你，是不是马上安排一下？好，你尽快安排吧。由于近几年南京政府接连有高官叛逃，所以官邸里都有监听设备，去那里不安全。这样，你把唐先生带到报社来，我们在这里见面。好。整个汉森饭店的地形相对来说比较特殊，从唐宗年官邸到汉森饭店，一路上可以伏击的地点很多，但大多数都不能算是好的伏击点。如果是田中小姐执行这次刺杀任务，你会把伏击点设在哪里？就是这里，对面是菲尔斯饭店，一枪毙命。果然是绝佳的地点。从这里看过去，整个汉森饭店都在视线范围之内。只要唐宗年一下车，就会立刻暴露在可射击的范围内。加上距离相对较近，只要打得准，唐宗年必死无疑。但问题在于，只要枪声一响，饭店就会被迅速包围，几乎没有撤离的时间。对了，那天的安保措施由谁负责？租界那边有巡捕房的人保护，南京那边也有人，但是只能防止对方的近身攻击。就是说，如果对方要来杀唐宗年，很难近身攻击。对，每个进出采访的记者都会被要求搜身检查，包括他们随身携带的相机，而且外围都有巡捕房的人进行控制，人又非常多，对方很难下手，就算动手，也根本无法撤离。报告，进来。刚截获的电报，是重庆再次强调，务必在周二那天刺杀唐宗年，必须要完成任务。嗨。唐宗年难得来一次上海，看来重庆一定不会放过这一次机会。看来重庆那边是要放手一搏了，他们一定会派出一个最好的杀手。我认为我们在无法封锁饭店，也无法确定杀手身份的情况下，可以采取一个大胆的做法，有田中小姐在唐宗年下车的一刹那抢先开枪。让我刺杀唐宗年？
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唐宗年的资料我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，只是现在我想去实地看一看。走。喝茶。谢谢。家兄唐宗武从香港带来密件，说贵党方面能够帮我平安撤到香港。唐先生，不光是宗武兄，你们南京政府的好几位要员都是我们安排离开的。嗯，这我知道。我不怀疑你们的办事能力，不过我和他们的情况略有不同。哦，那唐先生说说看。早在长沙会战开战之际，我就被派去和日本人合作。请注意，我是被派去和日本人合作的。军费、情报、物资补给，日本人要什么，我就得给什么。在所有中国民众眼里，我是民族的罪人。好在长沙保住了，否则……是啊，悬崖勒马，为时不晚。唐先生这次是做对了，我们欢迎。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我并不担心日本人的监视。对我而言，真正的威胁来自于重庆，所以我才来找你们。我手里有一份情报，这份情报不但对你们非常有价值，而且可以救重庆，甚至可以救中国。前提是你们必须保证我平安离开。唐先生，咱们不是在做交易，即使你手上没有情报，只要你打起抗日的旗帜，一心救国，我们也会积极配合您。对我而言，这就是交易。我是个罪人，只求赎罪活命。你们要的东西我有，而我想做的事情，你们能帮我做到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就多问一句，你手上到底是一份什么情报？日本人很快会有大的动作，代号加号计划。我目前告诉你的只能是这些。在我离开上海之前，我会把部分内容告诉你们。等我到达香港之后，我会告诉你们全部的内容。好，没有问题，就这么定了。7:10，唐宗年会从公寓出发。他在进入法租界前这段时间里，你没有下手的机会。8点前，唐宗年会在汉森饭店下车，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露面的机会，所以你必须在他下车的时候开枪。我再次提醒你，你只有开一枪的机会。最佳伏击点就在汉森饭店对面这栋菲尔斯酒店。都看过了，最佳的伏击地点是菲尔斯饭店朝南的房间里。这样，我去看看。全订满了？是的。谁订的？是被一个日本人订了。好，谢谢。下周二6楼朝南的房间全被订满了。全订满了。嗯，被一个日本人订的。那我先上去，你到汉森饭店门口给我当个靶点。